天大致上的流程。哦，那我们首先就是要先过去我们的渔光岛的部分。那渔光岛之后，会带各位贵宾想要走一段沙滩，看一下它现在艺术装置之后，我们大约十点的时候，待会到那边会跟各位贵宾约个地点。那如果说要自由走、自由逛都 OK， 但是一个时间我们会在一个点。那我们会进一个石木鱼的主题馆。那石木鱼主题馆，然后会有专人的导览介绍，就是附近的石木鱼做成的一个主题的展览馆。那我们可能会先看一段影片，那边有一些特产品。如果